中国文化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江，而不是江边的枯藤老树昏鸦。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们继续讲明代的文化，现在还是继续上次一样来综述一下。就是由于朱元璋的所实行的文化专制啊，它造成了一种整体的文化集体人格的萎缩。这个萎缩呢，就是他们进入了文化官僚系统以后呢，一开始还可能发发牢骚，有点苦闷，后来连发牢骚苦闷都不多了。但是在这一点上呢，朱元璋还是不相信他们，觉得他们还是有可能闹出事情来，所以制造了一种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叫文字狱，监狱的狱，文字狱。这个文字狱呢，几乎是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寻找一个又一个的借口，使整个文化处于巨大的恐怖气氛之下，所以文化专制主义变成了文化恐怖主义。为了说明文字狱，我可以举个例子，譬如有人奉承朱元璋，他说写这么几个字叫天生圣人，未死卓者，这个一生卓者的卓者，那是完全表扬他，完全是歌颂他，完全是奉命他。但是天生圣人的圣，有人说这有可能是暗指他做过和尚，是圣人的圣，天生圣人嘛。一生卓者的这个卓者两个字呢，有可能是骂他做贼。这一来，写这个奉承文章的人就肯定要被杀了，不仅他被杀，那么家庭也逃不过了。这样的话就问题很大了，大家就不知道，连奉承的语言都要成为被迫害的依据。那么一般的语言谁不能写到生字，谁不能写到一个普通的话语当中有联想呢？于是大家都战战兢兢了，因为毕竟是砍头，而且株连九族等等非常严重的酷刑了。那么据我的判断，一个像朱元璋这样的帝王要从密密麻麻的文字堆里发现哪个字有没有可能暗指，一定不是他自己发现的，一定有鹰犬告密。那么这些告密的人，就是在我看起来就变成文化鹰犬，这在其他朝代呢，他不一定能够非常的得势，但是在文化恐怖主义的条件下，就要使用这些文化鹰犬，也就是文化告密者，来大量的做事，大量的去翻人家写的文章，大量的翻人家出版的书，找到了字以后呢，就告上来，告上来最后就血溅斑斑。这种人，就这种从事于文化告密的人，他们没有个人履历，没有固定的组织，也没有固定的立场，也没有固定的话语，永远随着当下的需要不断的告密。这个呢，实际上从朱元璋开始那个时候开始，后来到清代文字狱还是在蔓延的时候呢，这样的势头越来越盛。这个我们都知道，直到我们后来的文革灾难，我们看到好多文人所遭迫害，其实都和这样的人物的存在有关，就是总有好多人在做文化告密和文化揭发，否则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被揭发出来呢？那不可能的。哪怕是在一个很好的文化单位里边，大家总以为有外面的暴徒可能来迫害里边的文化人物，其实不是，就是文化单位里边的人，他出于一种咬文嚼字式的揭发的欲望，所以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的灾难。那么这个呢，弄到最后，明代到最后连讲学也被禁止了，连好多书院都被毁坏了。你看我们今天讲课是秋雨书院，这个秋雨书院在明代后中后期那就不可能存在，就是不断的一道一道的圣旨，就叫禁毁天下书院，书院是不可以的了。
面对这样的一种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所造成的景象呢，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文化能够写作的内容就非常狭隘，就出现了有的呢是以礼，当时不是提倡程朱理学嘛，以礼来引领文章，有的呢就出现了一种专门歌功颂德的叫台阁体，龙花吟月，总是描写他们的豪华，描写他们的功绩的这种台阁体。这个时候呢，在文化界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人，他们觉得要对这个现象进行反对，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复古主义。譬如在明代出现了前七子后七子，就前面有七个人后面有七个人，他们都以复古主义来反对身边非常流行的以礼临文、台阁体这样的一种文化萎靡的奉承的逆流。但是这种复古主义呢，本身也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提出这个现在这些文章，包括宋以来的这些以礼学来引领的文章是不好的。他认为文必西汉，西汉的文章那是我们必须遵守的文章，诗必盛唐，盛唐的诗是我们必须仰望的诗，自唐代的天宝以下，这个诗已经不太能看了，所以他们讲究格调，讲究法度。咦，猛一听是对的啊，就是古代确实汉代的文章、盛唐的诗确实非常非常好，我在前面讲课的时候也反复的讲到，但是当他们不断的在传播这样思维的时候呢，就走向了模拟古人、英雄守旧、开历史倒车的反向的道路，这就严重的阻碍了创新，甚至于葬送了创新。你看啊，前七子后七子其实是面对着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提出了文化本身的一些主张，但是这些主张也由于复古而不能开出明代文化的新局面了。后来湖北出现了一些更不错的动向，比如出现了像公安派、建宁派，这都是以当地的当时的地名来命名的文学派别啊，他们不太赞成复古，而是提倡性灵，提倡自我。这当然对于复古派它是一种否定，或者是局部的否定，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在实践上他们缺少成功的作品。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中国的古诗古文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套路，复古当然是顺着套路走，哪怕是讲性灵、讲自我，其实也是在按照套路走，就是没有翻出套路的那个大手掌。这一点呢，他们自己后来也发现了，就开始走向民间的通俗的道路，但是仍然没有出现像样的作品。所以后来到了明代晚期的时候，复古的思路又重新出现了。这就是当时明代的文化气氛的一个基本状态，就是有文化的专制恐怖啊，慢慢的引导出了勇敢的复古主义，而勇敢的复古主义呢又走回到了开历史倒车的那个返乡的道路上去了，所以又出现了一些提倡性灵和自我的文学派别，但是这些派别呢还是没有转出古诗古文的套路来，结果没有创作像样的作品。这就是明代的基本的思路。只不过在后期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反抗者，像徐渭了、李治啊，特别是个李治，治就知行的治，下面一个宝贝的贝啊，他们表现出很激烈的态度，那是原来的那些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金陵派都不能比的。
在徐渭和李治之后真正拿了出品的，拿出出品的是比他们更晚一代的汤显祖，他的代表作就是大家熟悉的牡丹亭，这我以后还会讲到。前面讲到李治的时候啊，我心里一动，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叫李作吾，他的这个名字知道人更多一点。我想他是整个明代反对朝廷专制、反对复古崇圣、反对儒学统治的最勇敢的一个人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他就把事情推到了生存的基点上，也就看清了那些高谈阔论。他更著名的是提出了童心说，儿童的童，心灵的心，他主张无论是做人做文都要秉持一种童心。他对童心的解释是什么呢？是最初一念的真心，这有一点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初心了，就是最初一念的真心。这是一种很好的主张，但是这一系列主张呢，当时被判定为是提倡乱道，迷惑世人，他被逮捕了，后来他自杀在北京的监狱当中，死死死在北京。但是他是福建的泉州人，去年亚洲文化论坛在泉州举行的时候，我有一个通论亚洲文化的专题演讲，就顺道去看了一下他的故居。他的故居呢，我觉得还应该更认真的打理一下，因为他有这个资格，他也能够代表泉州这个很早就成为通向世界的水上之路的大门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开放的风格。好，我下次再讲。